你想拍？我这样，我单拍他呀，单拍他。快拍他，快拍他。啊，不不不，我拍一下，拍个好，拍就好了。嗨嗨。我们来，我们这样呢，拍着一起。你呢？吧。嗯为什么要想？我想说从你开始吧，你拿麦克风了，好，我开始。我这次服装的特色呢，就是这个舞衣是我自己定做的战袍，然后因为是润吧，所以它的比较飘纱一点，然后贴的满钻是白色，比较浪漫的。我今天的服装，我其实找了好久啊，因为在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多这么高的老师可以跟他们借我舞衣。然后我今天的表演是街舞，然后街舞的衣服也很难找啊，因为会一直在勾到，就是那个高跟鞋可以勾到。但是我找到了这一件很开心，因为它有性感，因为我蛮喜欢性感的风格，然后又很好穿，又很特别。然后我今天表演的是恰恰，那恰恰就要有点律动感，然后再加上一点流苏的感觉，让人家视觉效果会看起来更加活泼。然后我们选这个颜色，也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，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在，对对对，有很不一样的视觉享受。练的过程中哦，就是跟老师一直打架，没有啦，因为我们跟老师都很熟了，然后对国标舞，其实我们也是都有一点点的小经验的，所以跟老师的互动其实都还蛮自然的，就好像好朋友一样啊。我们就不算老师跟学生啊，但是我这一次的老师，我第一次跟他合作，然后他超年轻的，他才18岁啊，18岁。才吓我1岁啊！对啊，对，我没有。但是我们其实他很棒啊，他很努力啊，但是就比较幼稚一点点。所以有时候我就是要当一个姐姐，就跟他说：“哎，认真一点哦，认真一点哦，这样子。”
对，但必须得讲，我们的老师其实都蛮接受学生跟他们建议一些什么，然后他会吸收我们的东西，然后融合。其实我们跟老师其实就像好朋友一样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啊，那种物理全开的一家人，对，物理全开。体力上的部分的话，我自己是觉得还好的，因为，老师他们早上也是需要忙嘛，那早上我的部分也是忙，但是到晚上就差不多可以休息一下之后，然后就马上去练舞，我觉得整个时间都会是蛮刚好的，只要是我跟老师的时间不打架，一律配合都是很 OK 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因为呢，刚刚好我们其实在规划未来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两个相处，我们在一起一年多，然后其实感觉上也是很合得来，然后也很有话聊。那其实我也很惊讶，在我生日那天，然后他求婚，那当然也是就是抱着对未来有很大的期待，然后也很感谢他给我一个家，这样子，嗯。哦，因为我跟文馨哥呢，其实合作了蛮多档了，然后我们其实感情很像兄妹，然后跟他太太我们都感情非常好，然后尤其是我们都是有拜那个田都元帅，我们都是田都元帅的义子跟义女，所以我们就很像兄弟姐妹这样子，所以才邀请他来为我们见证。那八月十号呢，也是元帅替我们挑的日子，嗯。我觉得女生一定会有憧憬结婚这件事情，但是因为毕竟我已经有一次的经验了嘛，所以对结婚这件事情我就是保守，就那我觉得日子过得比较重要，那我觉得工作也重要，家人也重要，那既然我的另一半有这种规划的话，我当然很乐意跟他一起规划未来的人生，嗯。像其实大家都说戏如人生，然后其实真的啦，戏真的就是人生。那我相信这种戏嘛，在人生当中当然一定会存在。那像我自己个人的部分是真的是自己闺蜜，然后去碰我的另外一半，对对对。那其实真的觉得心如死灰也没有什么好讲，对。扎紧还是会有阴影，人都是有感情的，真的真的，扎紧还是会有阴影，这样对。当然是替他开心啊！我真的觉得是替他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人在面对很多的事情，差那一步就是勇气。只要愿意踏出去，我觉得什么都是好的。勇气，我觉得勇气非常重要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勇气，对不对？在旁边一点点吗？你在旁边。我快点说，没关系，你自己说，你昨天跟我讲的，快点。没有啦，因为在中间好像一个花瓶啊。对，这么美的花瓶吗？哎呦，好看吗？没有了，我们现在 focus 在工作上啊。因为就是现代的女孩也不一定要找不到喜欢的人，也不一定要。真的不一定要逼自己去结婚啊，就刚好灰儿找到了一个他很喜欢很爱的人，我们还没找到，但是就听旁边的人一直说，哦，你要结婚啊，你都几岁啊什么的，我觉得真的没有需要啊。她是我老婆，谢谢大家。要那个啦，差不多的那个多元成家。不是已经合法了吗？对啊，有时候我觉得缘分真的很重要，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会知道未来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每一天的日子都很重要，不管命运的安排是什么，但我们都要开心的去接受它，然后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思维跟观念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都
抱着祝福的心情，但有些人不见得看好，但没关系，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思想是好的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刚刚说我不要结婚，搞不好我今天遇到我老公啊，谁知道啊？对啊，然后哪里？嗨，好像有这个不错的。我怎么没看到你看到？对啊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他是在哪里？酒驾。B 哥。哦，是哦，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哎，因为我们从昨天一开始就一直彩排，然后到明后天三天，我们就是都在演出，都关在这里面，所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新闻。等一下，我再关心一下他。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马呢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彩排这么多次，我觉得算很精彩。然后因为我们有之前标舞事情就有表演过一套爱舞 dance 舞团的嘛，他们就已经很精彩，这次加我们三个进来，我相信会带来不同的火花。对啊，一定要来看啊，有我们三位啊，全台湾最漂亮的三位女生啊，你们还不辣啊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其实这一次就是台潮百老汇，那当然会有一些经典的歌曲，那不管男女老少都一定会有共鸣存在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艺文的气氛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因为当我们自己在现场看，氛围感真的非常好。对，有快的有慢的，那当然也希望大家一起可以跟我们享受。对，有朋友，有朋友啊，老公也会来，会来。我老公还不会来，下一次。你来找老公的。对，我来找老公的。想要报名的人，我的电话好吗？林总在这边，在这边。麻烦你们帮我们 key 一下，谢谢。柔圆，谢谢，开启小铃铛。谢谢，谢谢。三二，开始哦！好，敞开心，三二。